OK， 请我们接着再看关于我们的共享池的部分。那么共享池呢，是我们的 ARC 当中呢这个 SG 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件了。那么的共享池啊，数据缓存区和我们的日志缓存区呢，对吧？三个区域呢，在 ARC 当中呢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我们的内层三个时钟了，对吧？你可以想象它重不重要，对吧？当然很重要了。那么的共享池呢，对吧？主要用来存储呢最近执行的 CQ 语句，对吧？最近使用过的数据定义语言，对吧？主要有两个组件的构成，库缓存区和数据字典缓存区了。那么它大小呢，是现在的 pool size 来决定大小，对吧？那么如果采用的我们的自动管理的情况下呢，那就是我们的 SGA 下的 target 来决定大小，对吧？而我们的库缓存区呢，主要存储，对吧？我们的最近使用过的 SQL 或者是 PRSQL 语句的一些信息，还有共享的一些 SQL 语句的信息。那么我们的这些语句呢，对吧？在这个库缓存区里面呢，对吧？怎么去进行管理和维护呢？就依赖于最近最少使用的 LRU 的算法进行我们的这个管理，对吧？端管理。那我们的这个不常用的这个语句呢，就会被 LRU 淘汰出去，对吧？经常用的呢，就会被共享起来，对吧？共享起来。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共享的呢，有分共享 SQL 区和共享 PRSQL 区，对吧？啊，这是我们说的库缓存区了。那么我们的库缓存区呢，对吧？当然还有我们的字典缓存区了。而字典缓存区呢，对吧？主要存储的是数据点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的定义语言了。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文件啊、表啊、索引啊、序列啊、用户啊、权限啊等等的其他的数据库的对象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我们的语句分析阶段呢，就需要呢去查询数据字典，知道这个对象的名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等等。那么或者说这个语法当中的这个对象访问呢是否有权限。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字典当中呢进行这个判断啊，判断啊。比如说我们执行了一个查询语句，我访问一张表，而这个表呢根本就没有授予你的这个用户的访问权限，那么它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数据字典当中去检查你的权限，没有权限呢就会报错，对吧？等等，这是我们说的数据字典啊，数据字典缓存区了。那么为了提高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查询呢和定门语句的这个性能呢，所以呢我们的数据字典缓存区的一些数据呢都会尽可能的呢缓存在内层，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的查询，对吧？响应的时间，对吧？时间 OK。 那么我们的库缓存区和我们的这个数据字典缓存区啊，有很多人呢习惯于去计算一下命中率，对吧？库缓存区的命中率啊，数据字典的缓存区的命中率，对吧？那么这些信息呢将在留在了优化的部分给大家讲述啊。 OK。 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内层 shared pool 的管理，对吧？管理。那我们的如果是 9i 的话呢，对吧？ 9i 的话呢，就 C 字 shared pool size， 对吧？如果是 10G 的话呢，就 C 字 SGA 下的 target size， 对吧？就是 SGA target 就好了，对吧？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 SQL 语句缓存区啊，对吧？一个语句在里面执行的时候呢，就需要呢经过一大堆的判断，对吧？判断。那么用户提交一个语句的时候，会通过 PGA 来传递给 SGA， 然后呢对语句来进行分析的分析。如果以前执行过呢，按照以前执行的计划呢去执行这个语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软分析了，或者是叫快速软分析了。那么这样的语句在执行的时候呢，速度是比较快的，稍微好一些，对吧？那么如果没有执行过呢，而且就开始对这个语句来进行语法分析、语义分析，然后按照优化器的规则和取到最佳的执行计划，并在内层当中保存这个语句呢与此对应的执行计划等相关的信息，以便下次可以进行我们的快速调用，就是我们的下一次呢就会走到软分析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语句呢，所以在共享池里面呢，对吧？执行的时候呢，要么硬分析，要么软分析，对吧？而尽可能的让它做软分析呢，性能会好一些，对不对？这个呢你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些呢也会在我们的SQL语句部分呢再会详细的讲述它。OK。那么这是我们的语句执行的一个过程，对吧？打开游标，然后看看要不要绑定变量，对吧？然后呢再进行分析，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定义变量，然后再看需不需要绑定变量，然后呢最后再看你这个需不需要并行，然后再看呢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操作，最后呢才会去执行的语句，
而咨询医生呢就会通过这个含的获取对吧，废弃读取含的记录，那么最后呢把所有的含都读完了对吧，最后再是关闭游标，那么这样呢我们的这个用户呢就把所有的含的这个结果对吧，就会在屏幕上来输出看到这个输出的结果了。那么这种复杂的过程呢对吧，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以后的 SQL 语句部分呢会来学习它，当然呢想自己深入去研究的人呢可以提前去学习它啊。OK，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为什么要跟你简单提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内存呢对吧，内存对吧，内存是有限的对吧，有限的，那么怎样用有限的内存去保留这个经常被使用的 SQL 语句呢对吧，那么这次呢 Oracle 需要一种管理机制，那么这种管理机制呢叫做 LRU 的算法，来保留我们的这个对象到我们的这个内存里面，那么长期不用的这个语句呢就会根据需要呢被淘汰啊，淘汰掉对吧，如果有人他说我不想把这个语句给淘汰掉呢，那么就需要来记住于对吧共享池里面的一些工具，将这些呢资料呢给保留在共享池，这样呢可以减少重新再读的开销，从而呢提高这个性能啊，性能。那么这种啊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 DBMS 下的 pool 这个过程啊，这个包了啊，这个包了对吧 ,OK。那么下面呢我们对吧对于这个共享池当中的部分的讲述呢，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到什么知识点呢，第一共享池对吧，共享池最大作用是什么对吧，反存我们的 SQL 对吧，反存我们的 SQL， 反存我们的定义语言对吧，为我们提供对吧语句的执行对吧，执行对吧，提供了一些啊这个判断标准啊，依赖的数据的信息，然后呢从而呢来判断这个语句该怎么去执行才可以呢跑得最快啊，跑得最快啊。 OK，那么这个共享池怎么去分配大小呢对吧，分配大小，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了，这个不是随便怎么用的对吧，要记住我们现在用的时机啊，所以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就是 shared pool 对吧，这个 size 给它设置一个大小对吧，设置一个大小，然后呢还要把我们的 sg 下的 target 设置一个大小对吧，就这样这种情况了，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只设置 SJ target 一个大小而不设置 shared pool 的 size 的大小，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这个 SJ 当中的这个 shared pool 的 size 大小呢一号分配呢一号释放，从而有可能导致了这个 shared pool 的共享池出现了这个抖动的现象，这样呢反而影响性能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自动管理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给 shared pool 设置一个初始大小，然后再定义 SGA 的总大小，那么这样我们在进行管理和分配的时候呢就变得比较方便了啊，方便了。 OK， 那么在项目当中到底我们的 SGA 分多大或者是 shared pool 分多大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可以运行我们的向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shared pool size 呢我们可以运行我们的这个shared pool 对吧，这个词来看，当这当中呢我们的命中率都会发现对吧，都是没在变化的情况下呢，那就说明啊都是比较好的了对吧，所以呢差不多就应该分配对吧多大就行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共享池的一个视图对吧，可以找这是9i的版本，而我们现在用的时机这个视图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不用管它了。 OK啊，再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你要知道 shared pool 对吧 size 对吧，应该设置一个大小对吧大于零，然后 SGA 下的 target 对吧大于零，这就是我们的 SGA 的分配的方案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 shared pool 的分配的方案，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那就够了对吧，为什么这么做呢对吧，我们说是为了避免 SGA target 在管理 shared pool size 的时候呢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一号分配一号回收对吧，这样呢重复对吧，短时间之内不停的重复这样的动作，这样有可能造成了我们这个内存一号分配一号申请对吧，反而影响了我们的自动管理的性能对吧，性能。 OK，
在我们这个馅儿铺当中啊，馅儿铺当中，你要明白，对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与这个语句的执行有关，对吧？与我们的这个获取定语言有关，对吧？也是我们这个语句的执行呢，语句的定义信息的获取啊，都会在我们的馅儿铺里面进行。当然，包括我们的这个语句怎么去执行这个语句，比如说执行计划是什么，对吧？当然都会在这个构成词里面进行判断的，对吧？等等等等一些复杂的过程。而这些复杂的过程在哪个地方有呢？在我们的 SQL 语句优化的过程里面会学到。OK，那我们这个构成词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啰里啰嗦说到这个地方了啊。OK，啊。